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跳马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视频只播两集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。这个牌缺搭子，缺将，牌型只能说一般。上家是个小碰碰胡啊，碰得挺好，让我摸了一个六条上。这个牌现在就是一上张。对家在做条子，这个牌条子要早点跑。来5万，那就打掉2万。其实这个牌也想打九筒，如果打九筒的话，就是找搭子。来4筒打9筒，这个牌靠的搭子就能上听了。还是下家门，对家都动他2下了，这个9条也敢打？来4万，再打7万吧。绝万子都打得差不多了，总算是靠到搭子，刚了个2筒听牌，听了一个卡3筒。先不说听的怎么样，觉得能听牌就已经很好。现在上家碰碰胡也听牌，6筒，看看能不能骗到走线的。这个牌上家手里没有一对，就是好牌啊。3筒自摸，3个花8分，加个苍蝇13分。看一下第二副。手里一层牌都没有，三上张的牌型，摸花杠5条，那就打掉2万。上卡张是最开心的。摸进5筒就是一上张。摸到最舒服的一张听牌了，拼一张7万，对家不要。听了一个三将，现在下家也听了，三家听。上家打3万点炮，加个苍蝇21分，